你有吃过素的蛋黄酥吗？今天分享这家是我觉得全台湾最好吃的蛋黄酥。蛋黄的部分是用起司去制作的，甜而不腻的枣泥以及酥脆爽口的饼皮，放入口中不禁让人怀疑，这真的是起司做的吗？一整年就只有中秋节会贩售，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。